到说，台风杜苏芮呢的暴风圈持续逼近哦，那南部影响的非常大。那我们越晚呢是可以感受到这个风雨呢是逐渐的增强。那我们现在就在屏东东港的海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呢浪高已经超过3米了。那接下来呢天气呢会越来越不好，所以呢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，不要靠近海边哦。那雨量呢，其实呢今天在早上的时候，气象局有预估，在山区呢，也就是山区有800毫米的雨量，那接下来会越来越多。那其实沿海地区的民众都已经在严加戒备，以防呢会有淹水的灾情哦。那他们也希望说，这个抽水设备在这个相关单位都能够检查好，避免呢到时候真的水量突然增加，可能够顺利的排水。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，时间先交给彭内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